天才的狀態就非常好的。看了報名碼，暫時報名碼，外隊日本馬是幾強的，因為它有四隻的國軍面在，希望我自己的馬在香港的環境、適應性各樣有優勝。 同埋啱啱我只馬新勝呢場2000咧，那個時間係做得非常之好嘅。早兩日潘頓嗰檔啦，咁佢都幾滿意嗰只馬個狀態。叫做我只馬上次贏咗香港馬王啦，威爾頓，咁希望可以贏埋日本馬王啦，不任務落事啦。咁嗰只馬係幾強嘅對手啦。咁而家唯一要做嘅就真係 keep 住只馬開心啦，等只馬會發揮到最佳水準啦。如果贏到嘅，